是不是故意的？让你二爷爷给我下马威是吧？不是的，彤彤。包包也弄脏了，这是什么脏东西啊？我也没想到。你怎么会想不到？那可是你二爷爷。彤彤，我真的。刚刚我真的看到了，路上有几个人抬着，还有人在大晚上办婚礼。可能是车轮陷进泥坑了，我下去看一下。蠢男人，哼！啊，那边有条河，我去洗一下。也不知道。彤彤，我们走了。这什么茶呀，真难喝！哎，你二爷爷真……嘘，小声点。二爷爷很注重礼数，女人你们家规矩真多，又不是旧社会大家族。啊，她就是我女朋友彤彤。彤彤，二爷爷好。左手拿茶杯，不成礼数。还有这……啊、可青青她也是……这面相。二爷爷，别这样。莫青啊，我早和你说了，这女人不合适，八字不。你们，沈莫青，你们什么意思呀？你们串通。彤彤，我没有。我回去睡了。这个女人还没过门就二爷爷，您刚才的话确实太过分了。嗯，不讲了，不讲了。从小就怕事。
是墨青吗？我找你。哎呀，快回！
您就套近乎吧，这就是默契。唐伯伯好，我劝他，你去。确实不对。就是啊。